国民男孩张轩瑞以萌系外形与自然演技深受观众喜爱，今日以我的熊男孩身份出席记者会，分享如何没日没夜拍戏又能保养好肌肤。我的肤质是比较缺水，是，所以我很注重保湿，嗯，然后还有美白，还有就是加上睡眠的调整，哎，因为我平常有健身的习惯，对，对，然后其实肌肉也是在你睡眠的时候开始修复，就同时我睡觉会变成是我的肌肉在修复，然后我的肌肤也在修复。还透露自己的理想型女友要像金玉珍，国民美眉金玉珍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她就是我喜欢的那种类型。喜欢的类型，够独立自主。你有近距离的观察她是吗？独立自主我是不知道，只是就是她整个人看起来就是很自然，很活泼可爱。希望未来能与另外一半一起保养肌肤。ETV 新闻网采访报道。